大姐，给他摊牌，我建议把他轰出去，不让他净身出户。钱少峰，哎呦，我真的我认不清，你这做人可太不地道了。我怎么地了？你出了事了，我替你担着，你怎么还这么说我呢？我出什么事了？我哎，行，你要这么说的话啊，你这事我不给你担着。来来来，丝袜你自己穿上吧。我才不穿呢！你这车，哎，我没这个毛病，哎，你没这毛病，我没这毛病，你别跟着我。我跟你说，你穿着我干啥呀？站住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怎么的？给披上啊！这丝袜就是在你的衣服兜里发现的。你的衣服？你的衣服吗？我还以为是钱少峰兜里打掏过来的。你少来吧，你大姐夫。你还真是。我告诉你，别以后什么事都往我们家钱少峰身上推。我们家臭土豆子现在很正啊。而且你再看看你这衣服，这么大，这么长，他穿上当被盖呀？啊，那能是他的吗？你还真。哎呀，老公啊。啊。我求你个事儿呗。你能不能编一个我能信的故事给我听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大姐呀，啥时候了还听故事？我给你买本故事会去呗。我告诉你，大姐，对待这种人啊，善良那就是纵容。没错，看见了吗？啊，这个就是一只披着羊皮，不对，披着风衣的狼啊。来，你看这身你点的。哎呀，啊，你是在哪个雨夜跟哪个女人出去狂奔去了？啊？不是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？哎呦！你给我眼不记得是不是？啊！我给你出个题：雨夜、风衣、丝袜、狂奔，连起来做个小品来。雨夜、丝袜、风衣、狂奔，这小品也太难演了。这个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吧？说。钱少峰，哎，上个礼拜你是不是借我这件衣服穿来的？哎呦，你可胡说吧，你就我胡说。上个周一晚上你要出去，你穿了一身好西服，正好下雨，你找不着雨衣，我回来了，你说你把这脱了，把这当雨衣穿，你给穿走了，对不对？你想想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想想，来，丝袜来了，你的，钱少峰，你的，是吗？好像有这么回事。哎，钱少峰，哎，原来你是这个披着羊皮，不对，披着这雨衣的短腿狼。哎，你看看你这身你点子啊，说在哪个雨夜你跟哪个女的狂奔去了？哎，你干呀？哎，干什么玩意儿啊？跟你大姐夫这演不记得是不是？啊？怎么的？来，给我编啊！雨夜，风衣，丝袜，狂奔，来，给我编个话剧。这编个话剧也太难了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说。哎呀，你在这儿吵吵啥呀？我想起来了，的确是一个雨夜，的确我借了大姐夫这件风衣。那天我是去参加我同学的婚礼去了，我带着你去的。啊，我也想起来了，带着我去的。没事了。你还有功勾搭别人啊？我勾搭谁去了我呀？我那天跟同学喝酒，喝的都断片了，你还替我挡酒来着？不可能，那我怎么不记得呢？哎呀，你俩都不记得，那肯定都是喝断片了呗。哎，好像那天晚上是二驴子把你给背回来的。行了，大姐，你可别替他折了。我都喝断片了，我还能背着他回来？那我能记住咱家哪扇门吗？这有可能，老驴识途嘛。那我再问你啊，这个丝袜怎么解释？来，你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。不是，你让我再看看，好好看看这双丝袜。哎呦，这是怎么会有双丝袜呢？你这啊。我知道了，来，媳妇儿，干啥？你能不能把鞋脱了？别给我俩整用不着的，穿着都说明白，脱上都说明白。来，起来，你坐，干啥呀？来，你脱。不是你干啥？来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黄金左脚啊！我媳妇儿的左脚大拇指头比右脚大拇指头长那么一块儿啊！哎呀，他的袜子永远都是露个头啊！哎呀，这双袜子是谁的？
那天下雨，你背着我鞋你都脱了，你还差一双袜子呀你啊。钱顺风怎么的，你解释得很合理，切，但是家丑不可外扬。你要干啥？你这张碎嘴子。喝点水不？不渴。吃点饭不？不饿。我给你按摩按摩啊。进屋。我跟你们说，所有的男同胞一定要记住了，在外边再累，回家也不能垂头丧气，一定要精神抖擞，否则容易摊上事儿。